他是在召唤同伴吗？你叫啥？趁着白天很光明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赶路哦。我们要往左边的地，哇，好远哦！为什么？快哟，快哟，鲨鱼不要来哟，鲨鱼！他应该不会这样欺负我们啊，才21天而已，顺利上来了，好不好？顺利上来。那我们先在这边那个吃点东西吧。OK， 烤起来。没有啊，他们说不一定呢。也人肉、啊，糟糕，我没有什么肉可以吃哎，怎么办？打鸟，就中了，哇，中鸟了，耶、yeah ！新的啊，羽毛剪一下，羽毛剪一下，美味的焦阿巴，哎呦，又有了，太好了，中了 ，I got it， 这里好多海鸥哦，都不用担心没有食物可以吃的，中了。沿什么？沿着海边走，可以捡到好多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呢？方向我还是继续这样看着地图好了。好，走这样没错。那我们就沿着海边走好了，好不好？起码危险的话呢，感觉还可以避一下。哎，这边又有行李箱啦，来，看这里，他已经先把里面的东西跳出来了。来，里面是不是有洞？大洞我不知道。哎呦，又下雨了，这种天气不好哦。我讨厌呢，都会下雨。临时布，哇，我可以来做这个行李箱的批发商了，好吧？啊，那个不是洞，我以为是洞。哎，海龟呢？我第一次看到海龟，第一次看到海龟啊，好开心啊！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可我要砍海龟，因为你们说海龟可以用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砍了这个，另外一只不会不会逃下去？拍谁了？为了活命呢？洞宝来了！好残忍，好残忍！龟壳可以当装甲。好了好了，取得龟壳。啊，好残忍哦！龟仙爷爷，龟仙爷爷。我觉得你再回去也没什么意思，一起死一死好了，一起回去当龟仙老爷，好不好？每次下雨都会被一大群野人，其实我们自己才是野人，你知道吗？一切都不文明了。哎呀，只能装一个、哦，我看看哦，盾牌哦，龟可是盾牌哦，它好像不能装备，可以在于建筑用或做武器的时候用，所以这个岸边这边是有蛮多海龟的呢。哎呀，而且这边又有鱼呢。太远了，中了，太好了，哇，海鲜吃到饱，骨头骨来吧，给我吸吧，韩国价啊，这样有没有接水啊？哈、啊，这样有吗？我只想要喝喝看啊，没有试过，这样隔天才有哦，哈、啊，那么久哦，那算了啦，好吧，在这边啊，人家说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我们是前人种壳，后人喝水，后人饮水，哇，有一个小瀑布哎、欸。那这个我可以喝水吗？这看起来非常的好喝，这最大呢。What？ 电路板呢？你们刚刚讲的现在有了电路板？刚说电路板加燃烧瓶哦，哎不行啊。手表胶带啊、哦，哦，手表胶带，然后手表哦变成一个定时的哦，金币有了，哇 ，C4 呢？这个留在最后用，我怕我不小心用掉了。好吧 ，OK， 走。哎，我觉得突然在这边好悠闲哦，哦，难得在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子啊，过得很爽这样子。海水洞穴，我看在这边睡觉好了。哎，前面好像有个岛呢。哎，前面有个岛呢。哎，不如我们坐个船，然后啊，错杀要野人，要野人。我们坐个船去那个岛探险一下好了。好吧，我看一下船怎么做。书被拆了，对，做个木筏就好，好吧，木筏，这个应该非常的容易，这个看起来非常高级。美钞，我、哦、哪里？又是网球，下面那个是珊瑚礁吗？啊，这边有一个飘下去的，哎呦，好多鱼哦，
哇，各位今天一点都不恐怖，太深了，我戳不太到，戳不到，太深了。哎，木筏，好、啊，那各位我还是做一个好了，我想要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毕竟，戳花姐的哥哥来啦，我有64个布啊，烧起来了啊！现在下雨呢，也没有用。嗨，哎，我们 peace 好了，好不好 ？peace。Friendly， 呵，大头锤，哎，唔当哦，哎，刚好有野人，我们在那边生个火好了，骨头拿起来做那个骨架，吓死了，别吓，哦，雨越下越大了，我会不会感冒？太冷了，烧起来，我坐在这边好了。要绳子哦，还要大灯哦，我要四个绳子哦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在这边度过哦。这个可以一起烧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泵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来做个铠甲好了，穿起来。哇，感觉变身呢。3，左手右手都有了。哇 ，Go Go Power Ranger， 反正不 OK 的。哎，我觉得我先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好了，以避免我们这样好不容易在这边找到一个新的住所。等一下再上去砍一下吧，等一下上去砍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帐篷呢、欸，啊，我看卖会当会当免用不？野人，一级野人，注意看一下。咦，老锅已收集。哇，不能睡觉，我想说这可以在那边睡觉，可以在那边睡，不行。这里有一台，又有电路板了，太好了，有酒。再把这个电路板再合成一个 ，yes， 嚯、oh, ，两个，我有两个炸弹了，树枝哦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加树枝哦，树枝，哦，有了，粘性炸弹，哇哦，粘弹就对了，所以就是所谓的粘弹。佳姐，发现新物品了，蓝莓，这个我从来没吃过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从上面把它丢下去好了，叫西郎。这该不会是之前我们把他砍死的那两个吧？这个好像野蛮女友的这个地方哦，对不对 ？I believe， 前面树下的东西就好。哦，这棵树超大嘞，这棵砍得掉吗？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用的时候也……等我先把木头丢下去，等下自己先摔死。滚下去喽！会不会等下直接飘到海上？我先看看。哦，这个不能砍了、哦，我以为那个能砍。哎、欸，不要掉到海里哦，不然一切毁了。有吗？有东西吗？没看到。草药可以合成哈。我刚刚这边看是有一个板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哦，这里哎，用炸弹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炸看看。啊，对不起，按错，炸弹哦、嗯。那我的炸弹呢？哎、欸，我炸弹，他刚不是有炸弹吗？哦，这里是，对不起，这样很难预料哦。有看到，对不起，来了，我要点了。这样炸到吗？哈、啊，哦，天外飞仙，什么？有枪跟弹药啊？哦，这个哦。老枪的零件哦，哇，狂哎、欸！不是说子弹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过了、哦，我的木板还在吗？我的漂流木已经到海上了，赶快，这边都没木头了。这个砍会有木头吗？这个会有布、石头、头颅跟木棍，木棍也是我们需要的。这个砍一砍好了，好吧，这个也是需要。原来这个有这么多东西，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。又夜深了，早上岛上有些地方有零件，找一下。糟糕，只有14个，抓塞，先存档。啊，我把它取消了。我的冲下呗，我被给别阿北阿北这。哦，这个比较好做哎，因为这个材料我们好像有。啊，缺一根啊，抓塞，还缺两个石头。糟糕了，砍一个小树木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赖达是不是换新的了？我赖达不是原本是蓝色的。盖太远了，没有想说倒在那边呢、啊。啊，不要太过去，因为这边也会跟那个他们那些人有
有那个遇到啊？不要，不要过来！哇，手电筒哥来啦！来啊，我先把他们移过来一点点。来来来来来，喝大力的来！哼哼 ，Come on， 左转右转，脚臂啊！他是在召唤同伴吗？啊，你叫啥？啥啥啥？砍毙！呵，你有没有当过兵啊？啊，老师啊，哎，我他那个头上的手电筒，这所以这个我真的不能拿哦，哈、啊，喂，把你躲起来，粘在我的，头断了，呵，所以这个不能拿吗？哈、啊，砍爆他，砍爆他，可他明明就有灯哎、欸，你看我想到这个。手电筒要去动你啊，工作灯，对啊，他就插在他后面啊。惨了惨了，又在叫了又在叫了，快点再上去砍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再砍一点点。哦，错前后哦，有耶哈、哦。我们先回去把睡觉了啊、哦，先回去睡觉，然后顺便把它跟回去好了，多一点骨头也好，我们再多做几个骨甲，然后穿在身上这样子。好，耶、yeah ，哦，赞赞赞赞赞，火坑火坑。儿子啊，不是女啊，来吧，先烧吧，去船上睡哦。哎，去船上睡也是有道理哦，这样应该很硬了吧？啊，我们这样应该非常硬了吧？啊，顶靠口啊！哎，我连身上都有穿呢。好吧，我们就这样慢慢度过吧，等白天吧，不然现在去那边砍树林也太恐怖了。那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海鸥的肉哦，等它这个煮完之后，我们就哎好了，好快哦，它好快哦。我们顺便把肉烤一烤，好吃好吃。坐在这呢，看一下海洋啊，然后就夜晚烤肉音乐趴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三个肉啦，兔毛还有两个，怎么办？很想出去砍一砍，但是又怕会来不及。叫什么叫什么？有羽毛了，要解野人啊 ！Damn， 哇塞，他来阴的哦。女的是女的哦，我最讨厌女的了。咚，爆头，走开走开，没有要伤害你，你走开。没有要伤害你，你还来？哦，对。砍死你了，砍死你了！来这个无人岛，你还在那边闹啊？哎，多少个铁来烧，多少个铁来烧啊！差嘛，再来一只，一级酋长。哎呀，快点，你的同伴红烧，差嘛，这所在无得哇！慢慢来，我们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反正布很容易找到。啊、哦，他对啊，他应该是要去捞人了。嚯、哦，豆卡架卡，先看，手骨拢有啊！嚯、哦，哇哦，哇哇，你看我身躯毛青嘞。啊！但是他如果骨质疏松就不硬了，所以这个要骨质要比较好一点点的啊、哦。锤笑脸的较好啦，你也锤酋长哎，不好用，你看在我左边的那个有没有？已经来到一半了，所以代表我的骨头现在哦，我的防御值哦已经有一半的防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如果再做多做几个的话，我总共做了五件嘛，我再做五件的话，我等于是防御全满。是啊，有模有样了，再三个就可以了，各位，再三个。那个岛上会有树木吗？一、二，还缺一个啊，还缺一个啊！快走走走走！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那个岛生存下来，好不好？就先玩到这边就好了。睡啦睡啦，好啦，那我们要过去喽。结果去那边又不能存档，会不会啊？闸门梁儿哦，要点滑鼠的啊、哦！我小公奇怪，方向键怎么还不会动呢？秋香，哎、欸，鲨鱼 ，shark， 哎、欸，会不会咬我的船啊？啊，鲨鱼会不会咬人家船啊？没有闻到血味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啊，好了，我们到岛了呀！哦，哦 ，yes， 看来我得先做存档才可以啊，不然这边不能存档哎、欸。哇，大海茫茫哎、欸，你看，如果今天只剩下我们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哇，看了这桩，人生充满了绝望。好啦，各位，那感觉这个岛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哦。那我们先开回去那个，先开回去那个船那边，好不好？先开回去船那边了。
哎，野人，想找我吗？啊？哎，我觉得今天这集其实算是前面哦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后面就感觉比较轻松了啊、哦。一定会被带回去啊，野人无所不在。也感谢大家都有跟我讲用什么用什么这样，不然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其实也不知道。哎，那这个岛我也没来过呢。哦，没有，这里也没什么。好吧，先回去存档，快快快啊，快快快快快！这样会不会船会不会不见啊？应该是不会不见吧。那下一次再看看去哪个方向走好了。反正我们最主要还是要去到那个 Gatsaki， 这样会飘走。好啦，各位观众们，我们要来睡觉咯。存档第23天之类的吧。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森林呢就先玩到这边啦啊、哦，森林就先玩到这边啦。下一次呢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的继续往这个中间上方的洞，左上方的这个洞穴哦，继续的往前去哦。因为前几个地方我们都去过了，所以就剩这一个还没去跑过去，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频道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最终我开动态。我们下次森林再见。祝大家考试顺利，好，上班的明天顺利，加油，拜拜，晚安。